关帝兵，演我星空庙的星。你是台湾帝兵，演我星空庙的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研究，来参禅《金刚经》。《金刚经》的内涵包罗万象，包罗八万四千法门，所以《金刚经》的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信奉佛所说的、菩萨所开示的、神所开示的做人处事，才能够理解《金刚经》的要义。我们看到社会上常常有千奇百怪的人，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有的驼背，有的嘴歪了，有的嘴奇形怪状，头奇形怪状，这个都是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开始学道行道，看到众生相，众生百态，我就翻遍了经书。有一天让我看到三世因果经，拿起来读了，结果忽然发现我所疑惑不解的问题都在金刚经里面了了分明，所以我才决定要讲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讲给社会大众，你相信的相信依法修行，不相信的这个真理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双善知识，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注意日常生活做人处事，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我们都要遵照良心来做事。良心就是佛，佛就是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佛家才开示人人众生皆有佛性，一律平等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禅解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前生笑了拜佛的人，社会上生活百态人呢不理解因果共高的人很多都笑人家不对，笑人家怎么样孤丘比我位我呢就公子阿妈棍向你等马也不知脸长，是是马的脸是也很长。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凡事要小心，所以我才鼓励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念，一定要读
啊，可以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我们当下生、来生就会比较幸福、比较平安了啦。啊，至于有的人呢，啊，都笑人家，哎呀，你这拜佛啊，拜得那么那么五体投地，有如西藏啊，那么多修行人一拜佛朝向山头去拜佛，那个精神让人真的很佩服啊！要到山上去拜佛，他就用三步一跪啊，一拜啊，趴在地上来拜佛，表示忏悔，表示说这一生来到世间上啊，做了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今天要拜佛啊，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啊，我们呢要去理解他拜佛啊，十方大众他的真实意啊，啊，我们不要去笑人家，笑人家有一天的结果你会驼背，也问姑啊，像我现在好好了，怎么会问姑呢？哎，一年到业报业力现前的时候，就会让人呢受了伤啊，腰挺不起来，就要驼背了啊，这个是常常发生在世间，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你看人家拜佛，我们要学习赞叹啊，他有那个精神，从这里到山顶上的佛前，要是拜佛啊，一面走一面拜，三跪一拜啊，这个精神不可思议，那个一拜拜了好多天，身上带了一两个馒头啊，半路上啊饿了，他就馒头吃一点点啊，配那个山泉水来喝啊，他的精神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有一次到这个五台山啊，去五台山呢啊，看到啊一些西藏的喇嘛们，他们去拜佛成群结队啊，跪着啊，三步一跪一拜，到另一个山头，这种精神让我们佩服啊。到昆仑山啊，昆仑山也有一些西藏的人啊，他们呢也去拜佛朝山啊，这个精神我们非常佩服。那当时我们合掌跟他跟这一些拜佛啊朝圣的人向他们礼敬，所以世间的事情思想想法各有不同哎啊，不是说你想的就对啊，不是说哎呀你想的是比人高上一等啊，笑人家哎呀他怎么都趴在地上拜佛那么迷信，他有他的道理，是在求得来生，求得当下生，人生会过得心安。
人一心安了，就幸福与光明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大家不要笑人家在拜佛啊，像仙佛寺常常好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大殿啊，跪下来非常虔诚的拜王禅老祖，拜观世音菩萨，拜阿弥陀佛啊，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啊。然后呢，拜佛拜好了之后啊，他就求一个签啊，签拿出来给我看啊，的才了解他所求的是哪一生的福报啊。这签给他的福报就看啊他的卦象，他的财福终身财福如何啊。若是卦象64卦啊，这个卦象财福旺相的话，表示他这个人他是诚心到了啊，出了卦象啊，就以后就会平安与幸福啊。若是卦象出来很不好的卦象，没财没福的人啊，就可以知道他的做人处事还有缺失，必须要重新检讨啊。所以我就跟一些信徒啊，他们解他们的牵挂啊，以8864卦啊，比如天山遁卦，我就建议他，你自己要小心啊，凡事要隐遁，要忍辱啊，不要强出头啊，强出头呢你会失败，做生意绝对失败的啊，贵人是很暗淡的啊，这个是做人的原则啊。若是卦出来是火水未济啊，就是忧中忘喜，你的希望很好啊，但是有烦恼啊，你要怎么注意呢？你的经营事业啊，一定要开源节流，要省吃俭用啊，你就会幸福，否则的话你会有很痛苦啊啊。所以卦象8864卦384爻啊，把人众生归类归纳384种，但是384种也有妄相修求时机到了没有，寥寥分明哎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唯心贤士同修文啊，大家易经要修好要学好以外，平时的做人处事一定要有涵养，尤其看人家拜佛啊，不要在旁边你不讲话也是在用嘲笑的念头啊，在嘲笑人家，哎呀怎么跪在那边啊，一个活活的人观世音菩萨在讲话啊，这个也会犯了口业啊，接下来的恶念恶果就是会驼背啊。所以含义很宽广啊，做人处事不简单，那我们能够尽量学习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长处啊，赞叹他人的信心和耐力，那即是修行人啊。好，再来呢，我们看第二段，今生缺少为何因啊，前世南路打劫人。
啊，抢人家的财产，南路抢人家财产，在早期台湾，有的地方山区，有一些南路打劫的人，用绳子在路中间，看到人过去了，把绳子拉起来，车子开过去了，摩托车开过去，脚踏车骑过去了，就把绳子拉起来，把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劫，啊，空空的。这种人犯了杀业，犯了大罪，犯了三世因果，今生缺手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啊，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啊，他的亲戚往生了，死掉了，啊，就来仙佛寺请示老祖，说他的亲戚，现在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投胎到哪里去了。我拿三世因果经给他看，自己对，吓了一跳。啊，他的亲戚就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喜欢拦路打劫人，抢人家的钱财，啊，抢人家的农作物，所以他的亲戚就会转世缺手的人。啊，经过三年的时间，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啊，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孩子呢，两只手缺了两只手，哦，所以这些信徒先生来跟我说，师父，三世因果经好厉害哦。啊，他的亲戚啊，拦路打劫人，现在又投胎另外别人的家中，啊，小孩子就手缺一只，啊，一只胳膊就紧缩，短短的，啊，不知道一生要怎么过嘞，啊，这个。父母跟他有共业，啊，生了这个孩子的父母有共业，所以才会这样嘛。啊，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去了解，啊，出生孩子缺手，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了解的时候。赫然发现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是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啊，拦路人家的东西呢，在车子里面，啊，摩托车呢，他顺手就拿走了，啊，这个是坏习惯，所以因果业力都有相牵连。那既然发生了怎么办？就忍耐一生吧，好好拜佛，好好念佛，啊，好好往正当的思想去想，啊，好好的礼佛、拜佛、念佛，来回向，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
所以我们世间的人百态啊，各种各种生活各种现象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冷静来看待世间啊，你可以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和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相符的很多，然后再冷静来研究它的背景啊，都有共业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度众生劝善啊，劝善就是一件功德，你怎么劝善呢？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啊，拿三世因果经啊来为人劝善，拿三世因果经给奇形怪状现状的人，给他们去念，给他们去忏悔啊，这一生没有办法得到很安详平安，那么也要求得来生的福报，那这一生我们就要开始种善因了啦啊，善因一种就有善的果来回报，所以现在的人啊，常常借各种理由，钱借了不还啊，那就是同样犯了拦路打劫人呐 啊，来生身体一定会有缺陷啊，缺陷的现状就看你的因果律，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要贪啊，不要贪得无厌，你贪的话也会有带来很多不好的反应，所以王禅老祖谆谆教诲我们啊，做人要做得正啊，我们要学习时时赞叹他人，学习他人的好榜样啊，别人你看不惯的啊，你就不要学习啊，尤其现在的社会乱得不得了，很多很乱，才有财务的纠纷一大堆啊，才有啊恩怨情仇报复的一大堆，这个都是有因果哎，不是没有因果啊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同修，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啊我们的行为，注意我们的做人处事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非常重要，所以佛家有一句话啊，菩萨畏因，菩萨怕重因，一不好的因重了就一定有不好的果出来啊，众生畏果不畏因啊，果发生了还莫名其妙怨东怨西，事实上这要唤醒自己的良心啊。
唯心神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经屡报不爽啊！善因有善报，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和恶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家修行者啊，一直提醒众生，提醒善信大德，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啊，否则的话，后果自己去承担，去承受。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古德圣人讲了一句话：人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有因因果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哲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多多自己要反省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话，即是修行啊。修行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叩叩叩叩锵，一直念经才是修行。人要生活，要过生活啊，那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做到问心无愧，养无愧于天，福无愧于地，这样的话即是上圣的修行功夫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到仙佛寺啊，跟我讨论说某某人啊，他呢啊，做人不规矩啊，骗人啊，抢人的财产啊，为什么那么好？他说我做人规规矩矩，为什么那么不如意啊？我说别人的事情你等着看，时间到了就会有恶报，不是不报，天理报的丝毫不爽啊。过了一年多，结果他的朋友拦路恐吓人，结果就被杀死了啊，这个即是恶报业报，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古德圣人常常说，我目睭金光光，看你不过活偌久。哎，有的人他的恶报、恶念、恶行为啊，眼前不报，那因为他的祖德还有余韵还没花光，还没用完啊，所以还有这个机会胡作非为啊，恶霸、恶念、恶行满世间。
啊，天理再看他的主灵守护神也都在身边，再看啊，守护神祖先在旁边，因为看到他的恶念恶行啊，祖先留下来了啊，福德余韵还没花完，等到用尽花完了，祖先守护神离开了，而你的业报因果力报偿报应就到，所以这个因果业报非常的厉害。现在社会上很多诈骗人的钱财，胡作非为的还不少啊，这一些就是他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福报还没花完，所以还在胡作非为啊，他的祖德福报花完了，业报就会随着到。天理以国家的法律制裁，马上就到；或是横祸，马上就到。所以，奉劝左偏的十方善信大德朋友们，赶快停止，及时回头是岸，那你就还有福气啊，再继续多拜佛多念佛多做反省多做公益事业，那你的福报会在延长啊啊，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佛所开示的，真实不虚，一点也不假啊。顺便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这今生瘸脚为何因，咔呛几咔啊，前生拦路打劫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解他的前生啊，这要问前生事，当下这一生所应验的就是前生的因，今世的果啊。有的人他生活很节俭克勤克俭，但是他的心很安，到最后的福报上天会给他，祖先也会给他，所以因果律的问题我们不要等闲视之啊，尤其很多善信大德啊，出生出来或者一段时间脚两只都断了啊，或是瘸脚了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就前生拦路打劫人。曾经有一位信徒在十几年前哦，啊，常常到各地寺庙啊去跟啊乞讨啊，他两只脚没有办法走路，两只脚都溃烂了。有人到仙佛寺来，
啊，我身上尽我所能拿一些给他啊，去当筹码会啊，作为添饱饭。看了心里很难过。啊，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师父啊，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现在这么潦倒？”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给他看，啊，你是前生的问题，拦路打劫人，打拦劫人，啊，所以这一生你的脚就会这样。啊，他呢就很不以为然，所以一些人比他坏的一大堆，为什么脚都还好好的，啊，他的脚偏偏不好。啊，这一句话讲出来，我说先生啊，啊，你必定也犯了前生或者过去拦路打劫人家的财产。他说没有啊，刚才我听你讲这句话，你就有犯了这个错误，还不反省啊？啊，他才说有啦。啊，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凶，啊，常常半路上打劫人，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农作物，那是以前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还会这样？这是因果嘛。所以这位先生哑口无言，但我忏悔哦，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以后你也没有机会，因为你现在寸步难行啊，任你怎么样的打劫人，也是做不了了啦。好好念佛，好好拜佛。啊，这样的话，要求得来生好福报，还是有机会啊。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啊，这位先生，感恩老祖给他一条生路。所以奉劝各位唯心弟子，十方善诸顺。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不要咄咄逼人，啊，像人家的抢劫、各种的威胁，这种现代社会人多得很，因果业报会出来，要小心，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呢？前世欠债不还人，牛马为何因？我记得在40年前，在台中县雾峰地区乡下，啊，去测测量的时候，啊，在进入啊一户农家，啊，去测量，啊，咱讨一杯水喝。啊，这位先生，啊，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说他呢的亲戚，啊，骗他的财，啊，那他的钱向亲戚借2万块，
没有多久就还了，但是呢，一张借据，他要拿回来撕掉，亲戚说不会啦，我会把你撕掉啦。过了一两年，他的亲戚呀，就喜欢好赌，啊，赌输了，又拿那一张来向他要钱，所以大家在争执。后来他的亲戚说，若是我多拿你的钱，你有钱还给我啊，我无赖的话啊，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你的债。这位农家农夫呢，他好，那我再想办法还你的好了啊，才在借钱20000块还他，然后把借据拿回来撕掉了。啊，那时候这位先生他家里养了一只牛，啊，母牛，有一天啊，傍晚这只母牛生了，他的亲戚也在这个时间在家里死了。啊，死了呢，啊，这个灵魂就来投胎转世这只小牛。啊，这只小牛呢，出来都不敢看这位农夫亲戚。啊，这个牛长大了后开始犁这个田。啊，这位先生就犁田啊来。啊，来，换取一些金钱。啊，这只牛呢，很认真拖，一面拖一面哭，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到处啊犁田。啊，等到钱20000块赚够了，再多一些利息赚够了。这只牛就死了，啊，这个即是因果业报啊，啊，所以这位农夫呢，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永远永远记得这句话，啊，前生欠债不还人，这一生一定会当牛当马，来生。会当牛当马，啊，这个是真实的不虚的一个例子。所以当牛当马，他的本性都是前生欠债不还人，啊，尤其在彰草屯一个牛屎家，啊，那个都是。看骨啊，在的拖着那个牛车要上斜坡上不去啊，那主人家就用鞭子打啊，打呢就是出力啊，就晒都窜出来啊，粪就跑出来了，所以一路上弄水无晒啊，所以这草屯啊的证明呢啊，才说那就是无晒家，无晒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因因果果的啊，当牛当马啊，他有他的苦衷，他是在偿还业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欠人的债，即使不顺利，还是迟早要还。啊，要还的时候，啊，你就会。
得到心安，啊，迟早要还，啊，你就会赏还你的业报。所以三世因果经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啊，难免会有事业失败的机会，啊，事业失败了，那你怎么办？首先，欠债要还人，慢慢还。我们也要像当牛当马，认真工作，认真拖，啊，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来赚钱，来还人家。这样的话，心就会安。否则的话，啊，我们欠人家的钱，啊，不还，啊，人家呢，就恨心，一恨入骨，麻烦就到，啊，再怎么洗也洗不清，所以我们就会患上苦报，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的社会竞争的那么厉害，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做，有福气你就去投资，没有福气没有能力就守本分，绝对不会去换造业。所以现在啊，社会上很多骗财诈骗，什么叫投资公司？结果钱去了不回，啊，你就逃到国外去，你跑到天涯海角，因果轮回，你在这里没有当牛当马，在其他的国度死了，也会当牛当马。去还这个债，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不好习惯呢，啊，恶念恶行横行霸道，想办法能骗就骗，骗来了，啊，你也不还人。啊，还用各种的方式回来恐吓百姓众生，这个因果犯了罪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五马分尸，碎尸万段，还是要还这个债，一生还不完，两次、三次，啊，以后还是。这个债务还是还不完啊，要小心，要小心，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各位同修，大家三次因果经要多念多诵，你即是修上无上的菩提道，啊，成佛的道路在眼前啊，祝福各位。